佩林爱飞票时间，我是佩佩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的，就是跟眼睛有关的话题。为什么今天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呢？那是因为我刚好我今天晚上啊，要去参加一个 party。那这个 party 是由一个艺人所主办的，因为他刚好今天生日。这个艺人呢叫做小村，他是台风里面的小村。台风大家还记得吗？除了 K1 之外，有另外一个偶像团体叫小村，那就是以前 Energy 的 Toro 出来之后呢，另外立足一个偶像团体叫台风。那里面的人都是能歌善舞，而且都长得非常的好看。那这个小村呢，他后来就成为了那个某节目棒棒糖有关的，跟棒棒糖有关的那个节目的固定的评审。所以啊，他开始越来越红。他虽然长得很稚气的脸，可是啊，他就是一直在从事时尚工作，然后跟那个时尚的潮流有关，甚至还创办杂志。那简介完他的背景之后呢，接下来讲一讲为什么今天我要准备这个跟眼睛有关的主题。因为今天晚上啊，他在一个很知名东区、很知名很大的 pub 举办他的生日会。那这个听说啊，这 pub 呢还特地出动了1800万的法拉利要载他进场，所以他就跟我们说，请大家一定要来捧捧场，而且今天的主题是奢华风，那希望大家好好的精心打扮一下。我想说，那这样子眼睛很重要哎。于是呢，我就开始就是寻找一些，就是最近啊，我就开始去各个专柜试用一些跟眼睛有关的东西，除了是就是保养品之外啊，还有眼睛彩妆的东西。所以待会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现在新的东西有哪些好东西呢？佩佩的战利品有一些小东西要跟大家分享。在分享这些战利品彩妆之前，先跟大家说眼睛打底的东西，先稍稍简介一下。那眼睛打底的东西很重要，之前我跟大家说就是眼霜很受到欢迎，对不对？这一家它出了好多眼霜哦，我只拿出它的冰山一角而已哦。那这些东西你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，给大家看一下我拿起来这个，太豪华了吧，你看它怎么开的，这很像是一个百宝盒哎。那打开之后上面有牌子，有牌子，等一下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。然后一直在想这要怎么开，原来是这样子，等一下我给它拿出来，哦原来是这样子。然后打开来之后啊，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组合，跟眼睛有关的精华液啊、眼霜之类的在里面，看起来也太高级了吧。这是它一个就是蛮特别的组合。另外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有长寿因子的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嘛，就是眼睛啊最容易泄露女人的年龄，所以它居然有加长寿因子耶，这可以号称是就是那个保养品的史上面、历史上面一个很大的突破。因为它里面啊这个长寿因子可以帮助大家留住那个眼部的年龄，不会一直在往前走。而且啊重点是它有加入就是跟人类的肌肤生理构造相等的一个精华，然后你擦上去的时候它是非常柔，触感非常非常的柔软，擦上去的时候完全不会拉扯到你的眼睛，很柔软很柔软，而且非常的保湿。因为你的眼睛干的话就很容易产生皱纹，所以啊他们家的那个眼霜是我一直觉得赞不绝口的，因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，甚至有晚上用的哦，还有24小时所使用的。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啊，它有除了加入就是高科技的成分之外，它里面啊还有就是50几种的一些珍贵稀有的那个成分在里面，就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。那这个呢它是可以在妆后使用的，它是凝胶状，而且是红石榴。红石榴最近好多的保养品里面都有加红石榴的成分哦，因为啊红石榴感觉是一个很抗氧化的东西。你看它是凝胶状，它是可以在就是之后妆后使用的。怎么说嘞，我们通常啊上班族看电脑时间很长，你就是一直要眨眼睛，然后眼睛一直动一直动，过度使用眼睛的话，你这里啊妆很容易花掉，而且啊产生小皱纹。所以啊上班族如果在化完妆之后到了大概下午的时候，你可能眼睛的妆都已经花掉了，你就可以轻轻的沾了一点点之后按在这边，按在眼睛上面，就可以把这些花掉糊掉的妆，它完全不会影响到妆容，然后慢慢推开来推开来推开来往上拉提。而且啊它也不错的是啊，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，可以做镇定所使用，它完全不会影响到妆容，可以把结块的妆给推开来，可以放在冰箱里面，然后啊再拿出来就会有镇定的功效。
让眼睛啊，就促进血液循环，比较冰凉一下，把眼睛的一些眼压给消除掉，而且啊，可以让自己觉得眼睛比较冰凉一点，不会就是这样子很沉重，然后可以消除眼部的一些水肿，所以我觉得还不赖耶，就是哇，找到好东西了。另外给大家看到的是有防晒系数的眼霜，因为啊，很多人的眼睛啊，很多眼睛周围暗沉的除了是黑眼圈之外，也有可能是没有做好防晒的工作，是因为产生了黑色素沉淀的情形。那它有加防晒系数 SPF 15，然后 PA 一个加，所以啊，大家可以适时在早上白天出门的时候擦一擦，所以你晚上擦的跟白天擦的都有所不同，大家可以来做一下选择。甚至他们家有的保养品里面还有含咖啡因，可以消除眼部的水肿啊，甚至啊有一些那个光亮的因子、明亮的因子，可以让眼睛啊黑黑红红的地方给反射掉。但它不是像 BB 霜一样有那种粉底的成分在，它不是，它是纯粹就是保养品，可以直接晚上睡觉的时候擦，出门的时候擦，通通都可以哦。好的，这是眼睛打底的部分，接下来请大家看到的是我的战利品了。你看到它这样是一个组合，是母亲节的一个组合，很可爱。这个大小刚好是我所喜欢的。他们家很有名的是抗痘的东西，那他们家抗痘的东西都是比较清爽的，然后比较没有什么油粉的。那他们家有出亮眼，跟眼睛有关的亮眼精华。它除了亮眼精华可以使用之外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遮瑕的，它这个就是彩妆品咯。你看，你可以在眼睛这边推一下，就是点点点点点，你看淡淡的，它不是那种很厚的遮瑕，会让你眼睛产生就是那个很厚，然后因此有细纹，它就是淡淡的而已。我现在是已经化好妆，它应该在化妆前使用，然后轻轻推开来，然后把眼睛的一些暗沉的地方给遮瑕掉。你看我这个就是没有遮得不够好，所以会看出来一点点黑眼圈的痕迹在。然后这个它是有保养品，然后又有遮瑕的东西，让眼睛可以比较明亮的东西，然后是一个组合，是母亲节的一个组合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趁母亲节的时候可以买这样的组合，有这样的小包包，还蛮可爱的耶。你看你这样提去 party 有没有，还蛮方便的，很可爱，小小一个，很喜欢他们家的包包。好的，最近他们家出的那个周边商品都好可爱，好过分，让人家好想收集。像我上次介绍那个鸭鸭有没有，也是他们家出的，然后好像是会员才有。